上去啄什么米啊？又被揍成猪头了吧？爷爷，我这么猛，用得着你上吗？乖乖等我回来不行吗？我还以为你要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你救了我。战斗还没结束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。跳舞吧，舞姬，给我们爱与救赎，为我们跳舞。是那个禁闭者的能力，他就是哈梅尔吗？果然是可怕的敌人。不要打扰，不要破坏我们的嘉年华，我们的狂欢。真蠢，一群胆小鬼，我已经不怕你们。给我命令吧，局长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成功了吗？我还以为跟卓亚那会儿一样，干掉他这黑环就碎了，结果还摸不到人，跟个立体投影似的。是不是还得找到电源拔了他才能停下，这假的游乐场才能消失？他坚持不了多久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我们还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幻境结束的瞬间，这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又会出现多少敌人。行吧行吧，那你做准备去，我累了，要看姐姐跳舞。如果只是幻觉的话，其实还挺好看的，以后估计也看不到了。舞姬不需要被问候，她只要跳舞就够了，我们做她的观众。
你做得到，毕竟你不一样。你并不孤独。这个声音，他是幻境里指引我的人。哈梅尔消失了。哈梅尔，是你吗？哈梅尔，游行结束了吗？我能见你了吗？B2001黑环已确认暴走，东西区域都出现精神异常案例，都在向 B2001 方向移动，已经有人在冲击秀河隔离带了。23年都没发生这种事，为什么会突然暴走？是 MBCC 那个家伙，他在10分钟前违例进入 B2001，然后就出了这种事。果然跟那些家伙有勾结，目的就是破坏 FAC 的防御，解放 B2001。这种说法毫无根据，你甚至找不到环内发生意外的证据。局长是去破坏黑环的，他一定还在战斗。与其盯着 MBCC 不放，不如做好你该做的，加强秀河防御，别让受影响的市民进入。你，第九机关呢？人是他们送进去的，黑环背后的势力是他们在监视。那个女人没有任何解释吗？那个女人刚刚拒接了会议通信。忙着呢。FAC 那边如何？监听员发来消息， B2001 防御网络出现数据异常， E1、E2号屏蔽基站附近均有巨大波动。就在刚刚，有人进入了黑环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上次我有别的要忙，这次可不能再错过。该会会老朋友了。这次
姑且感谢你帮我破除这虚假的幻境，已经没有人能妨碍我了，该工作了，去迎接自由的海吧。